立功王骨是最好的杜作灾七，我只家化为八刀八剑，不就是最好的证明？王骨难以摧毁，就算化为八刀八剑，本质仍存，只要重新回归成为魔之家。魔邪之兵除了天魔，另一个用意是消灭王骨，彻底毁灭火气深渊的开启条件。就因为王骨难以消灭，用王骨破坏王骨，这是正确的方向。你成功过，再过三天，这项物品就要送你。在那之前，让你一睹红海断界本事。这是，这项物品你要送至何处？与你无关，你唔讲，我一定猜到一字。将在即加工成为成品，这已经脱离了杜卓的思考范畴。段家果然有过人之处，我将这当成是称赞，欣然接受。如此之外，段家有其他的作品吗？当然，可否再借我一关？看过龙已经死了，那经添加我之好奇。好奇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，会重生喜爱冒险。但是我现在也无想让你死。有能力的人总是有过剩的自信心。这段时间，咱已经看过彼此的作品，也交换了不少的心得。不如先将你的好奇心收起吧。莫听何红，主人，这雷中的红海身体，足够你失败十次。虽然力量不足，但希望你有更好的运气。啊，这本是天之青，是费一流杜作的精要。如果你唔不知，可以找人替你翻译。不送，再会。